啊什么？植物大战僵尸进化版？玩一下。你第一关就是姜伯，臣妾做不到啊！我来。天上直接掉下来个林妹妹。大夫，你都不知道是什么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反正是强力外援之功、哦。看样子是豌豆射手的妹妹，是直接把豌豆射手的头给摘下来用了是吧？太残暴了！有概率发射大波豌豆，像是没有装扮的豌豆大招啊！豌豆少女们一定会打败你们的。打不打败我不知道，但是这又是什么情况啊？你确定你不是哪吒？来帮忙的是吧？那我就放心了。这怎么还有天线宝宝？你台词不来一句吗？爹爹，孩儿并不是妖孽啊。六，天线宝宝变身激光少女，可以连续发射激光，伤害是不是很厉害？为了对比出年化植物少女们的厉害，也不要第一关就来江博吧。肉装哪吒，你不会是坚果吧？嘿嘿，不爱。这样看着还合情合理的，真是安全感满满。被僵尸吃到会打没？宝宝看着就疼啊！我劝你们几个僵尸不要太过分。好了，我们继续。在江博召唤大批僵尸的情况下，我们的植物妹妹们也显得有些吃力了，所以这不就来了吗？火焰花女皇，一看就是御姐呀！不要这样直勾勾的盯着我嘛！哎呦，这伤害不得了啊！可是火球都是大范围伤害，不愧是女皇。哦，再多的僵尸也难敌美人关呢。好吧，这个先整完，后续我们再更新别的年化植物。小僵尸们，我们下期见。